目前我们这个已经开始了这个批产的准备阶段，目前明年我们准备这个生产，7架飞机交付市场，在未来2020年我们达到年产25架的生产能力。中心主任顾鑫，世航处前会德处长等相关领导，这是国际等级证啊。ARJ21。 是现在目前为止能够在商业上面进行成功的在运行的飞机，我相信随着这个不断的发现问题、改进问题，这个改进设计，它会用得越来越好。